会追梦人。这衣服很特别，很仙女的感觉，很有仙女飘飘的意思。对，你好，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自我介绍一下。他听不到。啊哦，他听不到。对对对，我是他的手语翻译。手语翻译啊、哦，是。那我们要不请他做，介绍一下自己。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杨平，今年15岁了。哦，不，这段话我们应该鼓掌。对，很棒啊！你竟然可以发声，你可以说话。对，他有一点点的听力，嗯、这个耳朵他完全听不到。嗯，然后这边的耳朵呢，有115分贝，意思就是说他站在一列火车前面，嗯、就等于说是一只蚊子在叫、嗯，但是他就是一直自己在学唇语，所以说他能够看得懂你们的说话的那个。能够跟我们沟通。对，然后他也一直很努力的在自己学说话，所以你们现在能够听到他很清晰的那种说话的声音，嗯、这很难得。了不起，杨平，了不起。那你今天要表演什么呢？我要弹古筝，弹古筝，单古筝。啊，可是古筝也是要音律的，也是要靠听觉的。对对对。我们先来看他的表演，然后我们再来尝试了解他更多的故事，好吗？好，来，有请。他为什么会想到学古筝呢？因为我喜欢音乐，音乐对我很重要。尽管我听不见，但我的手指能感受到琴弦的震动。那你学了多久？对，我学了5年嘛。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学的，不知道他的古筝老师是不是来到了现场？对，他的古筝老师也来了，也在现场吗？对，我们可以请他一起聊一聊的学习过程当中的事情。来，掌声欢迎一下好吗？古筝老师。你好。你好，老师，怎么称呼您？我叫徐占山。徐老师，徐老师，您是杨平的启蒙老师吗？对。当时他来找您说要学古筝的时候，您的那时候感想是怎样的？刚开始我并不太知道他耳朵聋到什么程度。刚开始教的时候，就是我写个哆，我跟他说这是哆，他没有回答我，就只是用眼睛愣愣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说用这个手指头去弹，他也弄不清楚。我顺手就把他手指头拿过来了，我扒了一下。这下他明白了啊，需要弹这根弦，然后我就一根弦一根弦一根弦去教他。那杨平今天登上这个舞台，毕竟是来为你的梦想努力。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我的梦想是能上正规的大学，继续学习音乐，让自己越来越好。好，明白了，是要考一所音乐类的学校。我们看看他的梦想能不能照进现实。来，各位往前一步吧。三位好，冒昧的问一下，您应该是义务教小杨的吧？对，他家非常困难，他父亲在四处在奔波为他治病的时候，因为由于就急火攻心嘛，双目已经失明了，他父亲就完全看不见人了。他母亲呢有劳动能力，但是一个他一个他父亲这样，他只能围着他爷俩去做，什么都做不了。那么现在他的生活费呢，就一个月只有600块钱的低保金，所以说他
在13岁的时候没有办法，他上餐厅去弹筝，现在就是用他自己的劳动去赚取自己上学时所花的费用。但是他跟我说过这句话，老师，等我弹好了我也去做善事。那么就在今年的5月1号，他举办了一次古筝音乐会，是为了去捐助一个双腿失残的人，得到的捐款是10000元左右，他一分钱没留，全部给这个双腿残疾的孩子了。那么问问小杨，小杨觉得这么好的老师这样免费教你5年，你想对老师说些什么？我想对老师说，他帮助了我，我很感动，我希望长大了一定要给老师争光。那你看，平凡中有许多伟大。老师，你给我感觉啊，看上去似乎你不会有这种耐心去教一个聋哑子5年，但是你做到了，我好崇拜你。谢谢周老师。你觉得我能够为小杨做些什么？他现在其实最需要的是一个，说句实话，因为他这么聪明，我不知道我能教他多长时间。那如果撇开大学的话，你觉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前提，只要我们能够帮得上的？那么就找名师，他特别崇拜王中山老师，能指点他，这也是我的心愿吧。好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小杨这么一个特殊的女孩，应该用她的古筝一直走向她的未来？她能够用古筝去帮助自己，同时也能够像她老师那样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。同意的请表决，开始。宣布结果。94票，这是一个很高的得票，但是看到得票之后，我注意到波波好像还有很多话想说。希望中国梦想秀的舞台能够让所有的中国人，所有的观众都能够看到，不要对自己的梦想没有信心，只要敢想就有可能实现，哪怕她是一个这么特殊的女孩，照样未来会向她绽放笑容。祝贺你们，祝贺你们，加油。好成功，成功怎么讲？成功，成功！大家给小杨一个手势好吧？啊，成功！祝他成功！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，娃哈哈启立中国梦想秀，为梦想下。继续为梦想加油，辛苦了各位，再见。浙江卫视特别成立了圆梦办公室，增设梦想助力团，利用一切社会资源，陆续为曾经获得梦想观察团投票通过的追梦人圆梦。这些重返舞台的追梦人，只要获得梦想观察团240票的肯定，就可以梦想成真。那今天重返我们舞台的追梦人会是谁？他又是否能够当场实现梦想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